Chinese economy is on a way to become a high quality economy. And BMW is a brand that stands for high quality.过去这10年，应该说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呢也带动了我们在中国的大批的投资。这种良好的发展，主要是还是归功于中国市场本身的快速发展和需求的提升。从长远来讲，我们依然始终看好中国的长期发展，因为中国的这个城市化和对环境的重视，对生活质量的提升。 外商投资法也是中国第一次在法律上明确了外商在中国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这呢也必将为外商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和机遇。